抽血。没办法，前面没有那个闪雷，地图又烂。因为我看很多人白金丢，原来是因为少人买，所以要白金丢。你帮我试抽抽一下，我这之前要放个孔洞，那也是摔了。放个孔洞，我说要放个孔洞才可以拿白金。手摔了中奖杯，明白吗？之后还要坏掉孔洞的真相。等了，之后了，好，放在那边啊，没事。没有，对不起，老高，下次我不，下次我不会再。我是魔法师，你不要出来。那个买回来是故意吓死你、啊。我一直被吓醒了，我。因为我以为跟你。然后重点是我又睡不着。我是很累，我一直很累，我就睡不着。找主要拿到两个。为什么我用马？我一直在说马哦，傻逼。那边的。每个粉丝五下雨天就下去钓鱼。好，我们吃兔子。
那我问你今天，我说，就是问，我不想要个肉丝。OK 了还行了，其实我是不知道要哪一个。不能上颈椎。哇，加速处理那边够用，我选哪一个？我看有60块耶。我更打隐形鬼啊！现在很明显了。